走啊。我们现在在 Cano 记者会的现场，那我们巧遇到了摄影大师秦凯老师。秦凯老师你好。你好。那我们请秦凯老师，就是秦凯老师之前是使用 Cano 系列的相机，那我们请问一下秦凯老师的就是使用经验这样子。我发现这个我目前我是用这个Cano EOS 50D 啊，我发现呢很适合我的使用，因为我最近常在寒带地带拍摄，那也拍一些鸟，拍一些野生态的东西啊，我发现它有很多的方便。同时呢，因为有些恶劣的这个气候之下，我也不喜欢用闪光灯，那我发现这个 Canon 的关于这个噪点的处理要比其他的厂牌比较让我满意。现在我这个对这个 7D 的有兴趣啊，是因为一个还是我希望用这个比较光线比较暗的时候，希望 ISO 应该用的高一点。听说它的噪点的控制比较不错。同时呢，我经常喜欢拍一些连拍的东西。那么最近我在拍一些京剧，舞台的，这个灯光不是最完美啊，可是我要拍连续动作，那么希望将来可能把一系列的动作可以印在一张上面。那所以这个高速连拍的话，就对我就是很重要，很大帮助。看样子就是秦凯老师非常满意，就是Canon 7D 的的相机。我也是这样啊，满意现在，因为还没有正式在使用啊，还不敢说啊，至少我很期待。根据它的说明的话，还有我看到一些国外的一些报道，应该很适合我的需要。那我们谢谢。希望它可以早点上市。我们谢谢秦凯老师，谢谢。哪里？